加上欧洲因为长假影响到销售，造成建大七月份的营收24.3亿元，月减4.2%。展望后市，建大是表示，延迟的订单渴望陆续出货，再加上旺季的效应，预估八月份的营收会优于七月份，而且第三季的表现会比第二季好。